今天吃优格，希腊式优格。我之前买过一种焦香的优格，很好吃，它这是原味的，无加糖的，所以自己还要再加一些料。当然，如果你自己可以吃得了原味也可以，然后加这个巧克力抹酱。我昨天晚上吃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玉米脆片，在下面也是优格，下面有一层优格，就是这样子。以前去日本玩的时候，他们好多种优格，而且卖得好便宜哦。结果前年去的时候，因为冬天实在是太冷了，所以就没有吃到优格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宁静的星期六。没有飞机，也没有车子声。